来，第二轮准备好了啊！挑战开始。下雨，夏听。先几个字儿先说呀？俩字儿。招数。下招。武术。武术。人呢？人呢？人。哦，人人。下雨不是？干嘛？风吼。马景涛。叶。刘烨。他在说那个为什么？叶问。正确。这就夜了，这就夜了，落叶。还是人名啊？几个字儿，哥？仨字儿。霍元甲，霍元甲。天哪！盲猜吗？这不能算，不能算，不能算。什么不算？那不能算，你这玩意不能，你就猜的。猜的叶问完了，肯定还是武术这套啊。那咋不是李连杰呢？那我就猜的嘛，霍元甲那都猜中了吗？行，腾哥拥有着黄冈题库啊。来继续啊。李小龙。扔。小李飞刀。正确。腾哥，你今天状态可以。自从腿脚不灵便之后，脑瓜好使了，堵一头就得开一头。这怎么就能小李飞刀？我对他的肢体语言产生怀疑。不是你跟谁一波的你？你是不是得顾及一下我们？这我叫你小贤贤好不好？这个称呼怪恶心的。咦，修。萌，卖萌，几个字儿？仨字儿，萌萌哒，蒙娜丽，张萌，仨字儿，啊，小范闲，萌小贤，非常接近。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是啥？小，第二个字呢？小范闲，接近了，接近了啊！小范，小饭桶，小饭碗，小饭切，小饭墩儿，小范范。小范范，小不是小范范，小范范，小范范，小贤贤。这是什么呀？你以为你萌一下你就小贤贤了？你就来继续啊，人名。猪。咱俩，猪。范思哲。范思哲跟猪有什么关系？不能这么猜啊！咱俩兄弟。猪队友。人名儿，你们猜的都是个啥？人名，姓朱的，朱，仨字儿，朱，诸葛亮，正确。不是，这跟葛亮有什么关系？哥俩，这是诸葛俩，哥俩，谐音，对。就想哭。你别老来个意象的，你来个具象的行不行？你演那么远，把邻居演了一个遍，我天哪！出现字儿多的了啊，注意啊。十个字。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冤冤相报何时了。天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随便说。这是什么？天不刮风，天不下雨，天上有太阳。奔流到海不复回，不是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几点了？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当我们猜十遍还猜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换一种演法好不好？一直在重复着这个。你一个字拆开字儿，好吧？第一个字儿来。十个字呢？我累不累啊？我们猜仨就会了，没准儿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天。上。先。睡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不是。哎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全念完就有了。哦，是吧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苍天。差一点点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苍天。把酒问青天。哎呀，吃了文化的亏啊！把酒问苍天。我是得问问苍天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什么队友？这轮结束，王牌对胜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
谢谢谢谢贤弟贤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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